阿德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培，今天是神魔之塔迪亚布勒的地狱级，还有梦魇级啊，哈，潜能解放啊，一棵树不乖乖的种苹果、种西瓜、种香蕉、种芭乐，跑来潜能解放，哈，真的是，哎，西瓜是种在树上的吗？好啦，随便啦，反正他潜能解放了啦，哈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队伍来打嘞？是我们好久不见，美丽、性感、温柔、大方的。木龙石是你，木龙石暗异界，暗龙石、水龙石、查理宝，还有我们的毒龙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因为关卡里面本身是静心珠，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心珠可以让你回血。但是不要害怕，我们有木龙石的超强队长技，我们不怕没血回。所以基本上每回合就是乖乖的做到攻击珠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。一个版面基本超级气 combo， 火珠跟木珠属于叠珠的部分，两层小叠珠。好啦，基本上呢，这个关卡呢对转珠的要求也没有说特别的高啦，也没有特别的高，真的没有特别高、啊、我们转个五康看看打不打得死，打不死。好啦，那我们还是稍微转高一点点好啦，不然会有点拖时间，会有点拖时间。做小叠珠，本面基本超级七、哦、暗珠跟木珠属于叠珠。再见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下一关。第一关是三只小杂鱼，第二关是三只小杂鱼的进化版。那这地方就是大家做集体攻击会比较快一点，然后我们打快一点，不然大家可能会睡着。按住集体攻击，那、这个天降只有六康没有关系，有做到集体攻击，攻击力上面会稍微比较高，会比较有效益一点的、好，做集体攻击，按住做集体攻击，还是集体攻击，一波带走啦，再见。那第三关你可以渡掉下来，你会去遇到的是拼图盾，可是是不能延伸的拼图盾、不能延伸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你一定要是转在这个拼图里面，不可以有任何的延伸、不可以有任何的延伸。做小叠珠，本面基本五就好了，一边攻击一边回血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、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好，基本上这个地方呢，我好像没有做到攻击珠诶。有水珠耶、天降来得好啊，来啊，天降好诶、看我的版面基本超级七 combo， 暗珠跟光珠属于叠珠啊，直接把它打死吧。更新个屁啊老板，我不要更新啊，更新很讨厌诶，看得很烦诶。好，就这样三康打死他。然后我们进入下一关，下一关呢会遇到的是要三鼠盾，随机三鼠盾，基本上这地方大概就是每回合都转五鼠就好了，你就可以不用去记说你到底要转什么了、就可以不用记说你要转什么了。你看我就全部都消就有了，是不是就可以一边攻击又一边回血，轻轻松松齁。那把你的暗龙石打开，暗龙石打开之后呢就是随便转啦、随便转啦、好，就这样齁，版面基本六基本七随便你，你开心就好。反正就是一边攻击一边回血就对啦齁，这地方就是继续啦，我现在没有木没有关系，我们相信木龙死的天降。然后我也没有消水。果然没有任何天降，因为我少消了，太偷懒了，这样不行齁。好，就这样，版面基本超级七康某天降来个八九十十一。十康。哇，打六十几万，哇，一下就快死了，一下就快死了齁、这地方要光珠。好，就这样啦，来哦，转到五鼠手就放齁、转到五鼠手就放，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，剩下的靠天降。你看有木龙石，天降就是美啊，有木龙石版面就是漂亮啊。木龙石这张卡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，又非常非常的 OP 哦，只需要吃牙旗就可以满的满技，轻轻松松没有问题。这一回合稍微绿个版面，稍微绿个版面。最后会遇到的是呢问号轨迹，也就是说你转珠的过程中完全会看到的就是问号，完全就是问号，那地方就是转集体攻击就好，转集体攻击就好。就这样，四康三康都可以齁、都可以，康博数不用高不用高，他们一定会死一定会死齁、来到第五关。第五关会遇到的是冰冻珠，你就把你的冰冻珠跟暗珠全部都消掉，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啦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啦。我消，做小叠珠，把木珠、水珠全部都消掉，通通都消掉，让他去死吧！再见。然后跟大家说哈，来到下一关第六关，稍微洗个技能，洗个技能，洗个技能，洗个技能。这地方有个小诀窍哈，有小诀窍，先杀掉一只，
先杀掉其中一只蛋蛋，先杀掉一只蛋蛋就好，一只就好，一只只要杀一只哦。再次强调，只要杀一只哈。好、哦，在更新，一直在更新呢，弟弟在更新呢，更新杀回啦哦，去死了伊！好，来，他们会一起打你哦。好，你残血了，好像很可怕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真的真的不要害怕，真的不要害怕哦，不要害怕。好，做小蝶猪哦，版面基本六，天降七哦，就这样七啊、哦，先瞄左边哦，啊，稍微回个血，把血回满，把血回满哦。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攻击，反正他有小怪在场上的过程中，他是不会复活任何另外其他的小怪的哈、哦。稍微再把你的水龙石洗跳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稍微绿个版面。好，现在有暗珠了，水龙石也跳啦，很开心对不对？那你就是先把这只蛋给杀掉，然后开龙壳。好，把龙壳打开。没错，就是把龙壳打开，然后干嘛呢？把暗珠通通留下来，把暗珠通通留下来。光珠太多，看得很讨厌。好，暗珠全留了，暗珠全部留下来后呢，来把你的暗龙石跟查理宝给打，哎、欸，把你的水龙石跟查理宝给打开，再开暗龙石你会哭哦，再开暗龙石你会哭。来把你的水龙石、查理宝打开，然后呢就是手转啦。就这样，把暗珠呢，通通都消掉也没有关系哈、哦。去下一回合，你攻击力一定是够的，因为我们有两组暗珠，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轻松的手转就好了哦，轻松的手转，不要转错就好，不要转错就好。对，转珠这一次，的地狱级转珠要求没那么大，版面基本七天降来到八九，暗珠两组，打死他吧，一波带走没有问题啦，掉卡了耶，讲废话，梦魇级一定掉卡啦。好了，来到下一关，你会遇到的是哦，妖精女王。妖精女王呢，打得没有很痛，第一阶段就慢慢的跟她洗一下，洗一下哈、哦，洗一下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。洗一康一康一康的跟她打哦，然后她打你后，你就稍微也打她一下，你打我，我也打你，才就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子，一边打她一边洗技能，一边打她一边洗技能，爽爽的。啊，你觉得她打你很烦很痛的话呢？其实很简单哦，你有木龙石可以开哈、哦，你有木龙石可以开。好，就这样，版面基本超级六 combo， 不要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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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耶耶耶耶，好了，嘿，嚯，嘿，就这样一边攻击一边回血，一边攻击一边回血，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完全无压力了，哇哇哇哇哇哇 ，combo 数太高太高了，很好，他又要打你啦，那我们的查理宝还有三个回合啊、哦，我们可以去下一关洗，那就先把他干掉啦。下一关他会复活，打你会变痛，所以为什么会刚刚跟大家讲说现在这个地方洗也是有好处的哦，会比较好洗一点。好，进入下一关，下一关呢你会遇到的是复活后的，复活后的打人会稍微变痛一点，但是其实也没有痛到哪里去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哦。好，做版面基本超级气 combo， 木珠属于蝶珠，我打哦，才打这样，你看他血也变多啦。这种东西复活就是会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这很正常，没什么好说，我就不要再讲废话了。好，又是个版面超级气康哦，我们就这样一边攻击一边回血，一边攻击一边回血。好，我查理宝也跳起来啦，很开心的，很开心的，又是一个超级霸 combo super eight， 太棒了！这种少一色的珠真的很好转哦，真的很好转，随随便便都转得出来，所以大家就是。尽力就好了，尽力就好了。就跟大家讲了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这一次的地狱级转珠要求并不大，真的并不大。所以你只要有转到，就是轻松临时通关没有问题。你看现在这个天降，有木龙石，这个天降是打170几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下一关，下一关很讨厌，真的很讨厌。下一关呢，首先你先把你的暗异界打开，嘣炸开后呢，先绿个版面，先绿个版面。先绿个版面哈，先绿个版面，把暗珠通通留下来，很好，暗珠留下来后，把你的水龙石打开，水龙石打开之后呢，就是手转啦，版面基本七，水珠属于蝶珠，看不懂的倒带，这样先打掉50%的血之后呢，我们又可以再来打他50%的血，反正下一关你要先记得做一件事情哦。来一个版面基本七，然后看你这一颗暗珠落下来，这颗暗珠待会会转成什么颜色？待会转成什么珠？来看好你暗珠的位置，看好你暗珠的位置，记好，记好，记好。好，我们把暗珠的位置记下来了，暗珠变什么？
暗珠变成了火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记得我们所有珠的，你只需要记暗珠就好，所以你要记得火珠就等于暗珠，每一回合转的珠不一样哦，每一回合转的珠不一样。在这地方稍微再洗个技能就好了哦，稍微再洗个技能，旁边基本七啊、哦，火珠落下来没有叠在一起，没关系，每次打十几万，他打你每回合会打一万多，其实也还好哦，也还好。好，做小叠珠哦，做小叠珠。好，现在打你开始有点烦了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慕容石给打开，稍微回个减个伤哦，减伤神器不用可惜啊哈、哦。好，就这样一边攻击一边回血，再把你的水龙石给洗跳，基本上就是轻松啦，就是轻松啦哦。现在场面上暗珠稍微属于偏少的状况哦，稍微偏少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不害怕。好，就是拼命的做消茶珠的动作哦，因为只有火珠对你来说才是有用的啦。当你发现有骷髅头的时候，就把你的毒龙打开，继续回血啦。所以用这一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死亡的危机，打快打慢的问题啦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是想要多打几张的，我建议你去打地狱级，不要来打梦魇级的啦。哦，梦魇级是拿来挑战用的，不是拿来刷技用的啦。哦，好，冲啊！反面基本超级气 combo， 我好想要转八康，可是刚刚那个猪会全部连在一起，没有办法转八康。又是个版面基本七木珠属于叠珠，一边攻击一边回血啊！我们技能其实都跳了啊，为什么新北还在这边写？因为我火珠，我的暗珠太少，因为我暗珠现在等于火珠，所以我火珠太少。好，我们一样哦，继续洗一下，把我们版面绿漂亮一点，好，把我们的版面绿漂亮一点，版面绿漂亮就可以轻松的来到下一关啦。好，接下来把我们的水龙石打开。查理宝也打开，然后呢，轻松的就把他给干掉了哈，轻松的把他给干掉。好，就这样绿版面就好了。天降很给力，能不能一波带走呢？没有问题，进入王冠。好，我们现在三属猪都有，五属猪都有，所以你只要记得由这颗暗珠来起手好了，因为我们其他其实可以不用，这边可以起手。好，我要起手了。好，就这样，五鼠都有了，通通都消到了。开龙科，开龙科，秒掉他吧，秒掉他吧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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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20621分。感觉我要临时通关是没有问题的了，耶！慕容石三卡，我是皇帝新培，我们下次地狱级见，拜拜。